看第五题，我们来做这个机会，我把它分成两项，我分成呢这一项 ，s 平方 cos x 哈 ，dx， 它是多少呢？我就记这个为这个了，啊，记这个的话是吧 ？s 平方哈 ，sin x， 啊，减掉多少呢？积这个，积这个哈是 sin x 嘛，啊为这个2 x dx， 啊然后呢，我再来看这个 sin 哈，看这个 x sin x dx， 这个等于多少？我积这个为这个。这是 x 哈，负 cos x， sin x 积分是负 cos， 啊再减负得这变成加的，这是啊，这是 cos x， 啊为这个 dx， 啊这个的这是等于 sin x， 啊所以这个就等于多少？这个就等于 x 的平方 sin x。减掉两倍，哦，两倍的话乘这个，乘以两倍，然后得正，哦，变成正的多少 ？x cos x， 啊，减掉多少？减掉这个，这里有两倍哦，加上两倍啊，两倍冲出来了，啊，减掉多少呢？二 sin x。啊、然后这个，这个的话 ，x cos x dx 等于多少呢？我记这个为这个，我这是 x sin x， 哦 ，cos 的积分是 sin x， 啊，减掉多少呢？为这个，这是 sin x dx， 就等于 x。sin x 减掉到变加 cos x， 我再把它乘以两倍，就这个，所以现在变成更是这个 s 平方 sin x 加上两倍的 x cos x 减掉两倍的 sin x， 啊这样的话。两倍的这个叫二 x， 三 x 加两倍的 cos x， 好，那我们合并，我把通通有 sin 的收集起来，就 s 平方加二 x 减二 sin x， 啊叫多少呢 ？cos 的部分。两倍的 x 加一 cos x。